哎，这干啥？哎，你好，大哥。啊，你能捎我一段不？我捎你一段。啊，这雨下的太大了。我不认识你啊。你去哪儿呀？我啊，我去那个东坡村呢。东坡村刚好啊，我家在孔家湾呢，两个村连着呢，你捎我一下吧。那不是一个地方吧？我不方便呀。是是是。啊，哥，你别走啊。这下大雨了，我走不回去啊。这两个地方离得近不近啊？孔家湾在东家坡那个下面呢。哎呦，我这雨下这么大啊！来来来，离得近哦。啊，上，赶紧上来，先上来。要多少钱啊？不要钱，这雨这么大，快，小姑娘，你头发都淋湿了，先上来。啊。哎，这咋走？回来，雨这么大，你跑啥？赶紧上来。我们平时搭人车都要给钱的。不用钱，我顺路把你捎下去了嘛，就。不行，你不要钱。我不坐啊。哎呦，你这小姑娘还犟得很。那你平时搭车下去多少钱？15。哎呦，这雨大的，快，15块钱。15，给13，给12。12啊？那行啊，快上来啊。哎，你背上背的啥呀？这是我今天在街上卖的干辣椒，土特产。土特产啊？这看着得有个20斤吧？70斤啊。那么重啊？快上来，赶紧放后备箱。谢谢哥。啊，快上啊。哎呀，这雨太大了。哎，小姑娘，这雨大的呀，这没事吧？这没事，这是水泥路，没事的啊。水泥路没事，就下个白雨。哎，你们平时如果下这么大雨，你们搭不到车怎么回啊？走路。走路回去啊？嗯。走3-4个小时，4-5个小时啊？6个小时走路。我的天哪，你们太辛苦了吧？那没车嘛，那只能走回家了。哎，美女，你多大呀？我啊，17了。27？嗯。你小孩多大呀？啊？我还没对象呢。哦，你27还没结婚呢？嗯。哎呀，那你这都晚了呀，都27了，还没说对象。找不到合适的吗？那我完了，看着给你说一个。那行。啊，那走啊。嗯。哎，姑娘。嗯。我这都开了快4个小时了，咋还没到你家呀？快到了，哥。啊？你从这拐下去，从下面掉个头再上来就到了。哦，下面掉个头再上来就到了。嗯。行、嗯、啊。哥。啊？我到了。哦，你家在哪儿啊？我要从那边的桥过去，山对面上的。哦，这有个桥吗？在这儿呢。我看一下啊。啊。哦。哇，这哦，好大的一个石头啊！哇，这就是你过去就是你家。我家在山里面呢。哦，那你们一天还要每天还要过这个桥啊？对呀、啊，我们回家都要过的。哇，一天怪辛苦的哦。哥，我给你找钱。嗯。那你不说钱我都忘了。呀、嗯，这石头真大呀。呀，哥。啊？没见钱了。没钱？不是没见了，不是没了。你没钱，你坐我车干啥？不是啊，那。哎，就几块钱的事儿，又不是多少钱。我记得在呢。哎，说好了又不。哎，你们农村人是不是都这样？算了，我回。哎呀，哥你。你往上看。你要不，你跟我去我家拿吧，我给你拿。我不去，你家太远了，这还要到山上去呢。不远的，走路一会儿就到了。那还要过这桥呢。哎，算了，我不要了，我就顺路把你捎上来。你要不去我家吃顿饭，我就当我给你钱了。你这到饭点我回去要做饭呢，行不哥？去你家吃饭呀？啊，我做饭给你吃。那方便不？方便呀，我一个人，正好你来了，两个人一起吃嘛。啊，你家就你一个人？啊、嗯。那不太合适吧？咱俩孤男寡女的，在你家。你吃完就走了嘛，又不呆。啊？你吃完就走了呀？方便哦，很方便的。那方便的话，那就去你家吃的饭，要钱不？不要钱，你坐。那你车费就不用给我了啊。行，你那油也烧了。啊，那走吧，那走啊。哎，你跟我后面啊。啊。哎呀，这石头还好漂亮呀。啊。我这是桥。这是木桥啊，这个。这下面你。哎，你别晃！你别晃！你别晃！这没人，下面用钢筋锁着，没事啊。这桥好高啊，这个桥。嗯。这桥有多高？这桥？40米。40米高呢？嗯。
这万一把我掉下去咋办呀？掉不下去了。哎，这风好大。走啊！哎呀，你走慢点啊！啊，走慢点，你走慢点，你别晃！啊！这风好大呀，我要睡下去了，风太大了。没事，我们经常这样下。哎呀，这还有个瀑布，这样。哎呀！走吧。走，你走慢点，不要让这个桥晃着了。走。哎，这桥在晃着，这，哇，对，哎，这桥晃了，哎呀！没事，热得很。那螺丝拴住了没有？那螺丝拴着呢，机动拖车都过呢。啊！你看那水流那么大的，我掉下去把我冲走了，咋弄啊？受不了了！我好害怕呀，这会我恐高恐水。那咋弄啊？我把你腰搂着，走，有安全感。不行，一点都不行。没事，搂一下嘛，搂一下有安全感。哎呀，不行。那算了，我不吃，算了，我不吃了。你要是你不吃，我今天晚上就睡不着，我心里愧疚的很。我没有钱。没有我钱睡不着啊。不是啊，我没给你钱，你要是不去吃顿饭。我心里愧疚呀！哎呀，我就小伙，我把你腰搂着呗。不行，腰是真搂不成。啊，那说你别晃，你搂我呀，你搂我的腰。搂不了。那你把我拉着吧，啊。你拉我的手，你不能拉那有啥用？把我手拉好啊。啊，你跟着我就行了。走慢点。哎，风好大呀！哎，走。这风雨好大呀！是啊，你手哪松了？手哪松了？小孩都从那过呢。啊！小孩。走。哎呀，我这吃顿饭，我命都搭进去了呀！哎，这个木头烂了，这个木头咋回事？木头。这是没事。啊！别走！你这木头掉下去，这木头在这儿呢。哎呀，这没事。你这木头不行，我回来。过的，你要过，自己往那上走，走，咋松了呀？快拉上，拉，走，啊，哎呀，美女，你咋松了呀？你走过来了，到了。哦，过来了。哎，你们这桥还挺好玩的。你刚刚咋不说好玩呢？哎，我想再过一次，可以不？哎，你别了，你一会儿天晚了，你还吃饭不？我再过一次，行不行？不过了。过一次嘛，过一次啊！行吧，你再过吧。那走，你把我拉着。还拉呀？啊！你不拉我不敢过呀。我便宜拉我手吧。哎呦，你是说什么话呢？我长得这么帅，大高，你看我高你多少呢？长这么帅的，我还占你便宜？哎呀，不行啊！拉一下嘛。不拉了。那好吧，那走吧。好。还有多远呀？从这上山就到了。啊，从这上山啊！哇，好美呀！哎，美女，你们这是什么树啊？这怎么都树睡倒了呀？这核桃树啊！啊，这是核桃树，它被风刮倒了。刮倒了？啊，那有核桃吃吗？这没有。啊，这没核，哎呦，这都倒完了。啊。哎呀，这风挺大的呀。对呀，你快走。哎，风挺大的，你把我拉上呗。哎，没拉不了，没事。啊。这平拢拉啥呀？走。二一了，走。哎，姑娘，啊，你们这边天气好奇怪啊！咱刚还下雨呢，走着走着就晴了。这一会儿还出太阳呢，是吧？啊，不习惯了。那走。哎，你没想到你们这山里还有这么大个村子呢。可我们这村里一共要十几户人家呢。十几户人呢？啊。哇，住这山里好舒服啊，真的。嗯。哎，你家在哪儿啊？我马上就到了，哥。还得走一会儿是吧？啊，再走个几百米就到了。行，哎，那你给我、啊、给我吧，我给你背，我看你这怪重的，给我吧，我试一下。啊！再给我扶一下。哎呦，这四五十斤呢，这怪沉的啊、哦。行，惯了，走。哎呀，我走不动了，这还要走多久啊？这就是我家，哥。哦，这就是你家。哦，走走走，快走。哎呀。哎，这就到了。啊！哇，你家收拾的挺利索的呀。你快，你
你别累着了，到这儿就行了。哎，谢谢你，等会儿我给你放。哎呦！来坐，你来坐，等会儿。这确实怪挺沉的。没事，我继续给你做饭去。行，哎，简单一做就行了，不敢太麻烦你了。那面你吃不？吃面可以吗？吃面还挺饱的。那行，那我做面去啊。好，先生。